马耳他生活分享。我们都会去沙滩啊，游泳啊，散步啊之类的。那会不会觉得这些地方比较小？小是小，但是并不是蛮大小的。对，因为小的话，我们上班的一个工作圈，或者说上课的一个工作那个时间圈的话，也就是一个15-20分钟的左右就可以搞定的，所以挺喜欢的。在国内的话，你没有坐个车去上班，可能要1个小时，就很方便。